南瓜，南瓜，好酷哦！你看我的脸，南瓜脸。我是一只猫头鹰。这个，哎，我怎么多了一个这个？我有两把武器耶。鹿。武器是上将士改版就有的了。啊，就是多了一个，就是一个简单的就对了。嗯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这个是重生，就是我重生之后，你看整把全部变成血。我还可以换别的杀手，为什么麦克迈尔斯没有？他比较偶像包袱啊，是真的很可爱。这个呢，看一下，好笑、哦。护士姐姐有吗？啊，护士姐姐也没有。新的角色偶像包袱很重哎，你看旧角色为了不要失宠，他们都豁出去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神 Kluki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 Dead by Daylight。这一次我带了斩杀的效果。上一次我们没有看到迈尔斯他用斩杀的样子，不知道斩杀的样子是怎么样，把人家直接举起来往喉咙插吗 ？I don't know 。总而言之，我们等一下可以看看迈尔斯的斩杀效果。护士姐姐好像也有斩杀效果，而且我没有用过，所以我等一下。用看护士姐姐吧，你知道自从我有了 VR 之后，我对 3D 晕的克制能力非常非常强了，所以我觉得玩护士姐姐应该是比较不会晕了。今天呢，要跟鹿，还有跟刘晨，还有跟一位老实说我不知道他是谁，可是他出现在我的好友名单里面的家伙。这又不是新地图，我好期待玩到新地图哦。新地图几率很低。嗯哼，我发现迈尔斯他真的是戴面具吗？因为他从背后看，他的脖子也是白色哎、欸，他设计也怪怪的，应该是面具才对的。对啊，后面应该要是皮肤色才对。嗯，这个角色还蛮有意思的，他这么设定，怎么已经有人在旁边玩发电机啦？是谁？是谁？是谁在乱玩发电机？正常来说，我觉得应该是鹿哎、欸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嗯，为什么？因为一开场摸了发电机，我一靠近人就不见。在场的会玩的只有你啊。嗯，应该不是我。你们到底在哪？我现在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。真的吗？嗯。二阶了。噔噔噔，对啊。我偷窥偷窥爽爽哎、欸！哇！有人吓到炸发电机了。好了，阿果，这边有人呢、欸，是谁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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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！哎，这是游戏里面的音效，还是你家旁边的水皮车啊？嗯，哪一个？刚人的那个声音，应该是这边水皮车大本营啊。嗯，收一半就跑走，他封起来了、欸。对啊，他现在有些地方是会封掉的。他是随机封吗？还是？对，像是你还记得那个三窗之力吗？对，我还记得。现在封掉两个窗，现在剩下一窗啊。对，那一窗还可以溜吗？一窗要看他开哪个窗。它、啊、是随机封，对对对，如果开在离大门最远那个，就是一样是无敌点。哦，又变歪了。嗯，刚刚在二楼附近哎，是谁在旁边玩发电机？哦，有人中了。我还在偷窥，哎、欸，偷窥去哪了？偷窥他跑走了。那个偷窥只要抓一下时间。他一直跑啦，我在偷窥你哦。哇，又三阶了。哇，今天吃爆他哎！好，我要怎么斩杀？按，哎、欸、，OK OK， 看到了。可是这边好暗哦。啊、我把你砍到比较亮的地方。对，我把你砍到比较亮的地方，我到。亮一点的地方斩杀你好不好？不要挣扎哦，不要挣扎哦。
你要来看吗？我看到你了，我看到你了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我再来这里，这里比较亮，前进点，前进，围观，围观，围观斩杀，好，就这里了。哎、欸，他跑走了，在你后面。好了，我要斩喽。我要按住，我要按住。好，你来到亮一点的地方哦。嘿，哦，我靠，我肚子，肚子，我靠，哦，真的很松，松爆了，我靠，不让你看。不让我看，真的刚看不到你耶。对啊，他只要有建筑物挡住就不行了。噔噔噔噔啊，是这个塔的声音啦！以前那个塔没有那个声音哎。嗯，流程，老师流程偷收发电机了。我听到了，可是我没有什么兴趣啊。欸、你在偷看我了？我没有偷看你啦。刚偷看妹子队吗？我没有偷看你啦。真的啦。你现在可以看到我，对不对？看得到啊，嗯，偶尔啦，因为我把视线转开了，把视线转开了，哇，一个回旋斩，抓到你了，哎呀，嘿，okay, 逃走了，拜拜对好、哦、现在改了，而、且改了这个真是好不习惯啊。他现在可能是要避免你那个使用错误啊。哦，斩杀跟那个哦，有时候他在那个门口的时候，对，要砍人之后变成打板子。嗯哼哼。好了，是谁？是谁在旁边晃？哦、我现在又看不到你嘞，因为我没有看你。哦，你要看我才可以。哦，了解。对，我要看你，你才可以看到我。哇，完了！嗯，啊，雷手啊！观察观察，我要那个 BGM 响起的时候，让我偷窥你，真的是一个奇怪的杀人魔。哎、欸，没有用嘞、欸，它有上限，偷窥到上限了。嗯，好吧。我这样我跑不掉啊，这样跑不掉。找到你了。麦尔斯其实追人很快、欸，对、哦，好强哦。啊，你已经起来了。嗯，为什么？你、欸、现在自摸的那么快、啊？哎、欸，我不行，不能继续补了。自摸的速度这么快啊？因为我有带那个自我疗愈耳机。哦，你怎么都躺在地上自摸欸？你刚刚是躺在地上不是吗？对啊，他要帮我拉起来。以前我记得以前躺在地上不是要摸很久？因为、我有先拉，我有先拉。OK， 不是我说自己摸自己，自己拉自己。我要救到他了。欸？哦，他死掉了。死掉了。哦、你后面刚刚用潜行的。跟丢了，你不讲的话，我也不知道你在哪。我现在在看我的猎物。等我三秒钟。你一定可以看得到我的意思吗？他看到了。就是、欸、你看得到我看不到你耶。他是在心跳范围内不会看到彼此。哦，心跳范围内不会看到彼此。嗯，然后一定距离之外也看不到。我觉得现在是一定距离之外。好、哦，看到了。有了吗？看到你了。那你要斩杀我吗？试试看好了。好吧。你要斩杀我吗？因为我在下水道前面了。好。来。最好是有人被刺，然后转个三圈嘛。来了、哦。OK。嗯。哇、哦，他是从、欸……哇，你还催我？哦。他是刺喉咙欸，这一次。对。哇！
刺的位置不一样、欸，刚刚是直接刺肋骨，然后这一次直接刺喉咙。对，死好惨、喔。